见到你们了。我还不想回家，我不想回家过年啊！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五个只是看了八百个病，还他妈一天四个班，还把我们穿了八个班进去上班。我们不想活，你自己看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啊？我不要人，你把那些病人都搞走，躺在地上的给拿走。可不可以？你不给面子说不要干了，又给搞到这么面了，算了，叫我滚蛋回家。你再跟我这样说。紧张似的，紧张似的。别闹，别闹。我没有闹。紧张。那病躺那么多怎么办？叫他们院长过来看看。院长谁过来？你说让病让病人去跟没用，我去了，把纸拉开了。啊？我不知道哪个是院长，我去了，我连一二三四五四打热线都打了。我把纸拉开了，不要医生，我不要医生，我有医生，我打死他讲，我能看病，你把这个地上。